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琛。今天是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三日，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 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及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及时网以及及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其中通化中部、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长春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十六度，最低温度两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 四月十号，全球六地同步发布了人类首张黑洞照片。虽然这张照片拍的有些模糊，但是却是人类科学探索迈出的一大步。许多机构媒体都兴致冲冲地转发编辑。然而，有网友发现，这张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图片公司视觉中国的图片版权库中，并被注明：此图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致电或咨询客户代表。 十一号下午，视觉中国对外声明称，视觉中国通过合作伙伴获得编辑类使用授权，该图片授权并非独家，其他媒体和图片机构也获得了授权。但是该图片根据版权人要求，只能用于新闻编辑传播使用，未经许可不能作为商业类使用。然而质疑并没有停止，网友们还发现有例如国旗、国徽等照片在视觉中国上也被标注版权所有。 共青团中央官微甚至直接点名视觉中国，国旗国徽的版权也是归公司的。十一号，天津市网信办连夜约谈视觉中国网站，并对外公布，经查。 视觉中国网站在其发布的多张图片中刊发敏感有害信息标注，引起网上大量转发，破坏网络生态，造成恶劣影响。上述行为违反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责令该网站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彻底整改。 随后，视觉中国网站负责人表示，作为平台方，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将全面彻底整改。在此期间，暂时关闭网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社会及网民监督。目前，视觉中国网站已无法打开。视觉中国在其微信号 “vcg 视觉中国”发布致歉信，称接受广大网民和媒体的监督批评，全面配合监管部门，彻底积极整改。 国家版权局也就此事对外公布称，将把图片版权保护纳入即将开展的“剑网二零一九”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图片市场版权秩序。各图片公司要健全版权管理机制，规范版权运营，合法合理维权，不得滥用权利。几千万光年外的黑洞意外打开了视觉中国这个中国图片霸主的经营黑洞，自媒体纷纷吐槽。 苦视觉中国久矣啊！各大公司的官微也来了一段集体的大合唱。我家的东西怎么就成了视觉中国家的啊？吐槽归吐槽，但是不能搞情绪化。离情问题的关键啊，还得是回归法律的标准。在保护之名实施著作权侵权，冒充著作权人实施欺骗、讹诈，搞碰瓷儿式的维权，动辄进行高价索赔，这是视觉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 而一些公司官微吐槽自己家的东西就成了视觉中国家的，恰恰说明自己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短板。因为拍摄带有商标的产品并不侵犯商标权，相反，因为拍摄是创造性劳动，反而产生了著作权。希望这次视觉中国的版权事件能够助推中国版权市场的规范，助推中国薄弱的社会版权意识的提升。 我们打击的是版权滥用，而不是版权保护。也希望版权保护事业不要因此受伤，而是更加健康的发展。那好，我们再来看十一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诉。 维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扣扣家与被害人王自新家系邻居。1996年8月，因邻里纠纷，王自新三子王正军故意伤害致张扣扣之母汪秀萍死亡。 同年，王正军被陕西省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心怀怨恨，心理逐渐失衡。二零一八年春节前，张扣扣伺机将王自新、王正军、王孝军父子三人杀害。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张扣扣蓄意报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对其从轻处罚。 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上述裁定。近日，一段女车主在奔驰 4S 店坐在车顶哭诉维权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该女子称，自己花六十六万元在西安一家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新车，可是车还没开出大门啊，就发现发动机漏油了。 事发在四月九号，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的奔驰 4S 店内，这位维权女子在该店购买了一辆奔驰，花了六十六万。然而，车还没有开出 4S 店的大门，却发现发动机有漏油的情况。对此，4S 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可以在三天内给这名女子退款。当时女子同意了，可是过了十五天，却告诉女子不能退款，只能换车。对于这样的方案，女子也表示接受了。 可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又告诉这名女子，车辆不能更换了，只能走三包及更换发动机。我没有开出这个门，你跟我讲三包，你跟我讲三包，六十天之内，三千公里范围内换发动机。OK，我这个车如果超过二百公里，我跟你来，我如果开出去三天超过二百公里，我不接受你们的三包，是我不讲道理。我这个车没开出这个门，发动机漏油，你跟我说讲三包。 该女子称，自己首付二十多万元购买的这辆奔驰车，因为出现车辆发动机漏油问题，一直将车留在该四 s 店，十五天未碰过该车，却还要按照协议继续偿还车贷。她对四 s 店更换发动机的解决方案无法接受。 有律师认为，对于汽车来讲，发动机是最核心的部位。若新车最开始就有发动机问题，说明该车可能有根本性的质量问题，而非小瑕疵。也有可能是改装车或者旧车。仅更换一台新的发动机，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西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已经表示，他们已和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当事人对目前的处理结果还比较满意。西安工商高新分局的执法人员已经介入调查此事。斑海豹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足类动物。十一号，农业农村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在大连市将二十四头被救助的野生斑海豹幼崽放归了辽东湾。 这次犯规的二十四头斑海豹幼崽是今年二月被救助的。当时，大连市公安部门查获了犯罪分子伺机准备贩卖的一百头斑海豹幼崽。但遗憾的是，查获时有二十九头幼崽由于受到惊吓和缺乏母乳喂养已经死亡，十头因极度虚弱也在救助时死去。 成功救治下来的有六十一头，被分别安置在大连圣亚海洋馆、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和大连老虎滩国家公园极地馆。 经过两个月的悉心照料，当初身体极度虚弱、体重只有八公斤左右的斑海豹幼崽，目前体重增长到三十公斤左右。经过评估，二十四头斑海豹幼崽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达到放归要求。全国共有八个斑海豹繁殖区，我国渤海、辽东湾结冰区是其中一个。目前辽东湾的斑海豹数量基本稳定在两千头左右。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除了这次放归的二十四。 投斑海豹幼崽之外，其余的斑海豹幼崽也将在野化训练和评估后尽快放归大海。前一段时间，在江苏南京玄武湖景区，有游客反映湖岸边出现了大量的死鱼。那么清澈的湖面，怎么会有死鱼呢？来看报道。记者沿着玄武湖边上走，发现一些死鱼漂浮在湖面上。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有的死鱼已经腐烂。 在清捞的过程中呢，每天都能打捞打捞上来四百斤到五百斤的雌鱼，那主要就是一些鲫鱼啊、呃。主要是因为市民不科学、不合理的放生造成的。在玄武湖的西南岸边，记者见到一位正在放生鲫鱼的市民。啊，鱼我们是在菜市场买的，就刀下鱼嘛。这次放了四十七条，它都是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善心啊！知道这个鱼在这里面能存活吗？呃，大多数能存活。 南京市玄武湖管理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放生虽然是一种善行，但是不科学的放生反而会造成大量鱼类死亡和水体生态被破坏。陈亚金介绍，当地部分市民除了放生鲫鱼外，还会放生外来物种，这对玄武湖的生态产生很大影响。还有市民会放生一些巴西龟、鳄龟这些外来物种，这是对水生态是更大的一个破坏。二零一七年五月。 玄武湖管理处发布《玄武湖景区放生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确实有放生需求的市民需要到景区管理处备案登记。工作人员提醒，为了保护玄武湖的水生态环境，市民不要擅自在玄武湖景区放生。 相信很多市民放生是出于善心，但是盲目的放生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这样的放生就背离了初心。其实行善举也有很多种方式，像尊老爱幼或者帮助有困难的人、救济贫困儿童等等。不管选择哪一种，真正对他人有帮助的，才不会让这种善举变了味儿。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名三岁的女童模，也啊、呃，在为服装品牌拍摄照片的时候被成人踢打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而打人者正是女童的母亲。一段疑似在试衣间拍摄的画面中，靠墙而站的女童在遭到了妈妈的呵斥后，还被妈妈用衣架抽打了一下。另一段视频中，女童因为不肯配合摆姿势拍照片，被妈妈用脚踹了一下。 好我打招呼快点、啊，给我打招呼，快点！给我打招呼。我要给我上一个，屁股扭一扭，小川，转起来。一名自称是妞妞妈妈的微博用户发布道歉声明，称自己只是沟通教导上动作稍大，绝无伤害女儿的想法。经记者核实，妞妞妈妈正是视频中女童的母亲。有童模合作商家表示，妞妞与多家店铺合作，接单量比较大。 此事引发网友对于童模这个群体的关注，有人指责一些童模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据了解，童模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既有专门的童模培训基地，也有不少商家找童模做推广。童模为一套服装进行拍摄，报酬一般在八十到一百五十元不等。 妞妞的遭遇引发了网友关于童模合法权益的关注。对照现有的法律，发现尽管我国有多部法律涉及到未成年人，但是童模的权益保护仍有许多问题。根据我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招用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属于使用童工；而《广告法》规定，不得利用不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原本让孩子去适当的参加一些广告的拍摄、走个秀啊，也算是增长孩子的见识和阅历。但是，当童模成为一个职业、成为一个完全的谋生行当之后，这一切好像就变了味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几天前，广西防城港市一处施工基地的工人在施工作业的时候，挖出了一枚长约三十三厘米的炮弹，工人们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防城港市边境管理支队企沙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据工人反映，他们是在基地的空地进行施工作业时，发现了这枚炮弹。炮弹上已经锈迹斑斑。有个工人啊，他也不知道是炮弹，他只是看到一个铁家伙啊，<对>然后你看他，他就把他挖子放上来，但你看这个好像还轮子压过的，就挖机啊，挖机都走过的。然后他看看，哦，不不,不对，这个好像炮弹，然后他就汇报我们。 民警推测，抗战时期，防城港市企沙镇曾是日军登陆点之一。这枚炮弹极有可能是战时遗留的炮弹。原本炮弹已经深埋地下，工人在工地施工作业时误挖了出来，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这枚炮弹已经被民警运回了边境派出所，并已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理。 在茫茫长白林海，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擅长从动物粪便辨别野兽行踪，他们为中华秋沙鸭筑起了树巢，他们脚踏雪板驰骋于林海雪原，快速机动打击违法犯罪，他们就是吉林森林公安。这支队伍坚持守土尽责，发挥保护生态资源安全主力军作用，忠诚践行使命，扬威亮剑攻坚，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安全。从今天起。 本栏目分上下集报道森林铁军亮剑扬威、守望绿色、奋勇争先的事迹。今天播出上集，看一看森林公安如何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不松懈、不懈怠，更好地控发案、更多地破小案、更快地破大案。这两天，在吉林省森林公安局展出的保护生态资源专项行动成果展，吸引了各方关注。 这里展出的收缴动物皮毛和标本制品、犀牛角和犀牛角制品、象牙制品，涉案价值过亿元。其中，犀牛角和犀牛角制品总重五十九公斤，在森林公安的历史上，一个案件扣押这么多犀牛角前所未有。说起专案的起源，来自外地公安机关移交的一条疑似野生动物制品的交易线索。其实就是从一条线索，一直循线追击，呃，一直经历了一年多。 我们专案组也抽调了八十多名警力，足迹遍布了咱们全国十多个省。现在抓获犯罪嫌疑人是三十五人。这起专案的成功破获，源于公安干警扭住不放细微线索，成功斩断了跨国走私犀牛角的犯罪链条，成功打掉了非法交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犯罪团伙。每一个制品，意味着一个野生动物的生命没有了。 破坏生态环境嘛，是咱们森林公安一个重点打击的方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甚至一百倍的努力去做，啊，争取把这个案件办好。在细子上下好绣花功夫。多年来，吉林省森林公安局从集中突击向常态打击，事后发现向事前控制，被动受案向主动侦查转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重拳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涉林犯罪。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十时，吉林省森林公安局三岔子森林公安分局在森工街查处酒驾时，发现一台破旧的面包车包裹得严严实实，车载明显超重，行迹十分可疑。发现他后边用一些破衣服、破布挡的，我们就想看看他拉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衣服、破布一拿下来一看，到后面拉的是木材。多年养成的习惯，盗猎、盗伐、盗运，多注意这些线索。 在发现可疑人、可疑车辆的时候，要进一步盘查。顺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吉林省森林公安局历时八个月，打掉十八个涉林违法犯罪团伙，破获各类案件八十四起，涉案林木两千四百多立方米，涉案价值两百多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十七人。七二六特大盗伐、盗窃林木、非法收购盗伐、盗窃林木案成功告破。在山上，我们从每一个足迹、每一个。 呃，脚印上开始发现犯罪线索，在路上，在每一个车辆、每一个嫌疑人上，可以人群中发现线索。对这个生态的爱和对野生动物的爱，对自然的热爱，体现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近三年来，全省森林公安局破获各类破坏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四百六十二起，打掉破坏野生动物犯罪团伙七十五个，收缴野生动物两万五千二百三十七只，动物制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九件。 挽回经济损失近两亿元，相继组织开展了“春雷”“绿剑”打击犀牛和虎及其制品非法贸易等六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筑起一道维护生态安全的铜墙铁壁。我们始终坚持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奋斗追梦，正成为新时代每个中国人的亮丽底色。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样两位追梦人。这几天，复兴号第五零九六至五零九九四列动车组正在进行紧张的调试，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这四列动车组即将发往京沪铁路段投入运营。一中二位。 说起高铁，罗昭强了如指掌。然而，时光倒回到二十几年前，刚到中车长客工作时，他并不是调试工种。在一九九零年吧，是上班，上班当时啊，这是干啥呀？维修设备的维修电工，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多想点多看点。嗯、我不能把我这点活干好就行了，嗯、我还得去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将要发展的这些技术。零六年的时候，我。 当时我心里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了，就是说在常客，一辈子，我一定要干回高铁。从不直接接触高铁的维修电工，到研究调试高铁模拟设备，如此大的跨越，是罗昭强给自己的挑战。借鉴航天飞船的模拟经验，罗昭强带领团队决定研发高铁模拟调试装置。七个月后，罗昭强把图纸和技术材料交给代工厂委托制造。 一心期待制作成品，然而却被工厂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工厂做不了，罗昭强决定自己干。那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家都搬到这个我们实验室去了。嗯、呃，这个都躺在晚上都躺在桌子上睡觉，啊，也也睡不着。嗯，因为公关有很多难点嘛，就是落实不了。哎，有个火花，大家一讨论出来一个一个亮点，哎，马上就起来开灯。 然后就去世，没记错的话，一一年的九月十号，把这个成品拿出来了。依靠过硬的产品技术，这套高铁调试装置还成功输出到了国外，成功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认可。应该是在一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号，嗯，从这个纽约港，然后我们把这个设备运到这个场地以后，打开包装，嗯、然后他们所有的人都围上来了。 他说：“这这当时他就问说，这个呃，罗叔，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设备安装好、调试？我们马上就想用。多少年前我们也是这么迫切去学习人家这种技术嘛？到现在时间轮回了，咱们从学生成长为老师了。”在中车长客的生产车间里，罗昭强正带领他的团队为每一列复兴号保驾护航。未来的中国高铁将是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完美结合。 那它实际上是说我咱们为这个二零二二年这个北京冬奥会，呃特别设计和制造的这么一个叫京张智能高铁。就说首先我这个车自己有健康的检测和管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要实现自动驾驶。这个产品的最高的中国高铁的最最最,最新成就了。通过我们这张这个名片吧，实际上就是实现我们国家这种。 装备制造业要大起来、强起来，呃，要走向世界，这样一个一个任务吧，一个梦想吧。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一种民族的使命感，就会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肩上很重，是因为我们的肩上不仅顶着蓝天，更顶着这个时代和民族。 从建设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到演绎举世惊艳的中国速度，高铁的成功印证着这是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一个成就梦想的人性时代。在吉林省，像罗昭强一样爱岗敬业的工匠，还有他。我叫徐吉生，今年五五十五岁了。我从餐饮这行业，嗯，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在食品上加以雕刻历史悠久，大约在春秋时就有。 这也是中国五千年烹饪文化长河中一朵夺目的奇葩。完美的作品背后凝结着雕刻师细致入微的技巧和耐心。然而，这些完美的作品背后却带着徐吉生深深的遗憾。你刻完的东西，它必须保存在冷水里头保存，完还得搁上冰箱里头，完还得搁上冰块。那水是非常非常凉的，有的是把手冰的，你要是一冷，就是有时就玉不脸，好像就过来了。但是时间长了。 完了就得了类风湿了，做梦都是在磕东西，哎呀，给我磕醒的。看那手，有的时候就也有点遗憾嘛那时候我看那我师傅就是，可能是觉得啊，我们都走了，没人的时候，他疼的不行了，咬牙你知道，在那会，儿，哎呀，都就是眼泪啊就要出来了。但那时候我发现我了，然后我师傅就马上就笑了，他就觉得就不能在徒弟面前说我把我的这个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师傅他特别专一，他对工作就特别认真。 对雕刻特别爱好，嗯，也特别严厉，对我们要求也特别高。当然，肯定就是以后也会一直陪着雕刻，或者是雕刻一直陪着我吧。二零零二年，徐吉生雕刻的以公鸡为主题的石雕《乡情》登上了国际舞台。可这次经历回想起来，他至今还捏着一把汗。那会儿我我记得就发我那奖，正好是半夜十二点多点儿，因他们那比较晚嘛，九点开始，十二点多。哦哦 要发了，我的奖！哎呀，给我激动坏了，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几乎那小都没啥睡觉。<吧>熟能生巧，巧是工匠与自身心智的完美对话。同样，每一次完美的呈现都离不开他们的良苦用心。在快节奏的消费拉动之下，匠心消退浮躁，每一个工匠正内心坚定，对手中的匠艺充满着敬畏。 当地时间四月十一号，追寻美好生活——中国脱贫成就展暨吉林文化旅游周主题活动在荷兰举行。在海牙市政厅，一幅幅讲述真实脱贫故事的图片，见证着中国为摆脱贫困所做的努力，展示出各项扶贫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生活，也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开幕式上，吉林代表团向海牙市长保林·克里克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保林·克里克在开幕致辞中说：“将中国脱贫的卓越成就放在聚光灯下展示，合情合理，因为中国这一成就实在了不起，足以为傲。”在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实践中，吉林省认真贯彻国家部署要求，坚定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始终保持了与整个国家脱贫攻坚进程的同向同行。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三年间，全省贫困人口从七十万人降至六点五万人，贫困村从一千四百八十九个降至二百二十三个，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四点九降至百分之零点五，下降了四点四个百分点。中国取得的脱贫成就，不仅为全球减贫进程做出了贡献，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表率。 当天下午，吉林旅游摄影图片展在荷兰阿纳姆市举行，长白山下松花江畔的大美风光在镜头下释放出夺目的光彩。当晚，作为吉林文化旅游周主题活动的重头戏，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汇演在阿纳姆市剧场举行。 海尔德兰省友善梅尔斯副省长、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主任蒋华致辞。晚会上，京剧、唢呐、魔术、歌曲等传统曲目与流行元素竞相登台，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与走心的交流使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演出很美很美，唱歌啊跳舞啊，很特别。 国际方面，十一号，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最终裁定，韩国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地水产品的做法不违规。韩国方面对于判决结果表示欢迎。据韩联社报道，根据此次裁定，韩国对日本福岛等地水产品的进口限制措施将继续，而且今后在所有产自日本的进口食品中，即便查出非常微量的放射性成分，韩方也将要求日本提供相关检测证明。 对此，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十二号的记者会上对世贸组织的裁定结果表示非常遗憾。自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韩国二零一三年九月起全面禁止从日本福岛等八个县进口水产品。日本二零一五年五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去年二月，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定韩方做法违规。韩国不服，于同年四月向世贸组织上一级委员会提出上诉。 我们来关注一起涉及中国文物兵马俑的案件。二零一七年，一名美国男子在费城一家博物馆中破坏中国兵马俑展品，并盗取了雕像的手指。事后，涉事男子被检方以偷窃和隐藏文物部件等罪名起诉。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将会面临最长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九号，当地的法院作出裁决，称由于陪审团在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意见不一。 法院判决审判无效，陪审团解散。据美国媒体报道，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十一小时的争论，无法对被告人迈克尔·罗哈纳偷盗和隐藏文物部件等罪行达成一致。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七人认为被告无罪，五人认为有罪。九号下午，法官解散了陪审团，并宣布判决无效。 检方表示，将在五月十五号前决定是否就这一案件再次进行起诉。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名二十四岁的美国男子迈克尔·罗哈纳来到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参加一个派对，期间他偷偷溜进已经闭馆却没有锁门的展厅，看到了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兵马俑。他掏出手机，用手电筒照着一个兵马俑的手指仔细研究，临走时还和其中一个兵俑自拍了几张照片。 并悄悄掰下了兵俑的大拇指，藏在衣兜里带走了。直到几周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这个兵俑少了一根手指。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据监控录像锁定了迈克尔·罗哈纳。罗哈纳在盘问下，最终交出了他偷走的兵俑手指。 被罗哈纳破坏的兵马俑是中国数千个兵马俑中少数得到完全复原的兵马俑之一，保价四百五十万美元，约合三千零二十二万人民币。目前受损的兵马俑及手指已回到国内，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十一号，英国警方宣布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逮捕了四十七岁的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 同一天，阿桑奇被英国的一家法院裁定违反保释规定的罪名成立。英国英国方面将稍后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英国伦敦市警察局十一号发布声明说，在厄瓜多尔政府正式撤销对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的外交庇护后，阿桑奇已于当天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被捕。 阿桑奇随后被带至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受审。法院裁定阿桑奇2012年在保释期间逃走，这一行为违反保释规定，他可能将因此面临最高12个月的刑期。具体量刑将稍后宣布。阿桑奇当庭表示不认罪。2010年，阿桑奇创建的维基揭秘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引起震动。 之后，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典警方调查。身处英国的阿桑奇随后遭英方逮捕。二零一二年六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二零一七年五月，瑞典检方宣布终止对阿桑奇强奸罪指控的调查。但二零一八年二月，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作出裁决，维持对阿桑奇的逮捕令。 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其中通化中部、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阵雨转多云，十六度到二度。 白城晴，十四度到一度。松原晴，十四度到一度。四平小雨转晴，十四度到零下一度。辽源小雨转晴，十四度到零下一度。吉林小雨转多云，十二度到零度。通化小雨，十五度到二度。 白山晴转小到中雨，十三度到零度。延吉小雨转多云，十六度到二度。长白山小雨，十二度到零度。长春阵雨转多云，十六度到二度。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党建新视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